魏思雅、周子君、李任申出席电影《淑女爱漫游》的首映礼。 Michelle 就说电影上映日期一改再改，好开心终于可以上映。电影就是讲述 Michelle 失恋之后去了日本，并且遇上新恋情。现实之中 Michelle 就说感情随缘，也都希望对方不要是圈内人。是啊，比我不会揀圈中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易合醋的女朋友来的，即是如果是圈中人，譬如她又是拍电影的，她要跟、其他男仔有亲、其他女仔有亲密的即是锡的场面，我会癫了的，我接受不到。但是她要给我这样做，即是我的男朋友一定要给我这样做，要不然我就会不得了，即是我事业很重要，但所以我就不揀圈内咯，尽量。讲到好朋友陈家洛同连思雅拍拖，而似有新恋情 ，Michelle 就话唔知情噃。边个啊？家洛系咩？系咩？佢有冇同你讲啊？我唔知道、啊，家洛啊，我恭喜佢啦！我唔知道，因为我哋大家都忙紧啦呢排，咁啊比较少见，咁啊系啦，我觉得。大家俾啲空間啦，即係大家都咁大個啦，就唔好逼得佢咁緊啦，係咯。但係都唔知係咪真定假，係咪 ？Michelle 亦都預告自家品牌即將面世，非常之期待啊！